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传挑一首《我要化成雨》，由我们的邱贤贵歌手啊，由高雄的我们陆秋香老师编舞一个三步九把舞蹈，相信大家都很会跳三步九把哈，是由自然的反作用力的关系啊，感谢大家收看我的教学带，我现在反向为各位连续示范动作一次，好，音乐一开始以后就是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前五是个八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，好，七八，好，膝盖你都要啊保持有弹性，好，接下来呢，准备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加四。五六七加八，好，第一段一样是四个八拍，有三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二段，一二。三加四，五六七加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好上去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第三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现在我跟各位分解一下啊，这首歌唱得非常好呢。三步九把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一种音乐跟舞蹈。好，谢谢，希望大家。能够把这首传跳支持我们陆秋香老师，好，音乐奏响以后，左边画，好，再接下来右边举右手，开始我们的前五动作。我们讲过，你膝盖都要保持弹性 ，and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踏点、踏点、踏点、踏点的脚都一样要弹性。二、二、三、四，踏点，手伸直到位，到位。接下来右边踏。并踏勾脚，踏并踏勾脚，零行慢快慢，零行快快慢。在做零行步的时候，我膝盖都还是要保持一个弹性。接下来第一段的动作，大风吹，一二三四，大风吹。好，接下来右脚进右脚退，打开退后，右手挥。左手踏挥，然后左边左脚踏并反方向重复一次。开始，大风吹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左进左退，左边右边。好，以上这是我们第一段的动作。好，接下来第二段要推腰，点右斜四十五度推推。好，双手弹指，推推踏并进。推推踏并进，好，右转身，一二，好，但是再转哦，你注意，你转还是要弹性，膝盖保持弹性，基本步用进来，勾，好，膝盖要弹性，三勾，好，不是说直直这样走，好，接下来在下面点点三加四，点点三加四，好，接下来前进，一二三四转五。六七八，好，前进，好，上去，退后，啊，再一次，一二退后，五六七八，第三段一样是个八拍，去尔斯顿步，一二三是前点后踏，前点后踏，后点前踏，一交叉退并，然后反向点踏点踏。点踏踏交叉退并，好，踏并踏后交叉，
双手画圈圈。好，有没有看到膝盖要保持弹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右肘右边三步勾脚，左边三步勾。好，现在呢，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三步九八舞蹈，谢谢。